展示，爱死就死，爱睡就睡，爱上天的睡就合睡，爱颠就颠，爱笑就笑，爱哭就哭，爱闹就闹。哎，后来不是了，爬成小孩子，我就马上要做大了。我叫黄美兰，我老公叫周天福。老公他是从小他的爷爷那一代就是出海的，他在深圳认识他，嫁给他，然后我也跟他出海，扎营。第一次出海是什么时候？是什么样子的？哎呦，吐啊！那时候很小啊，我可能十七八岁吧，吐啊，要回去啊，前面有一大袋金子，我要不能抱回家了。第三次的时候啊，我可能不是硬就不去了，能就睡了一天，能就哦没事了，多大的浪都没事了，就是那么奇怪。以前是很多一家人都在山上，现在香港都没有了，女人都觉得辛苦，她都不来了。你们的两个女儿有没有跟你们一起出过海呀？真的是教教你哦，我们也不敢，因为等一下她怕她吐啊。其实已经也亏欠了他们，因为那是我在她身边的话，他们其实她是比较缺少母爱的，就是他们童年的时候我都没有怎么陪到她。就没办法了，因为你孝顺啊什么来孝顺呢，很多还是比较现实，赚多一点钱才能爱到身边的人。3 2 1，OK。